金广大来宾。Hello， 所有金广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明先生。其实因为听金广很长都是在听路况嘛，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很贴心的，很贴心的一个电台，就是他都会告诉你哪里不能去，哪里该去，就是因为很常都会遇到这种迷惘的时刻，所以来了之后发现，其实真的，因为我们自己有报过路况，我觉得很好玩，就是很温暖，也谢谢金广一直都是给我们人生重要的方向。生活为谁匆忙？有个人。痴爱动物这张专辑是明先生隔四年发行的专辑，然后这张专辑我觉得，我希望大家听完是很舒适跟自在的，是会很更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的喜怒哀乐，然后更勇敢的去找到自己最舒适的样子。因为这张专辑我们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我们是找到一个很自在很舒适的样子去面对自己，也面对所有的听众朋友。那所有的资讯呢都会在我们的 Instagram 跟 Facebook 上，大家都可以查得到看得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明先生，金广就是我们每天的方向感。让真正爱。